位伙伴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你们的黄老师 Andy，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。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二哈，各位伙伴，那我们的新的一年哈，牛年已经是怎么样哈，正式启动了哈，对不对哈？那当下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起点。那根据哈我们往年的一些这个经验哈，三四月份哈，都是一些什么，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机会哈。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哈，希望我们的小伙伴哈能这个及时的跟上我的这个节奏哈。那昨天的话呢哈，重点为大家讲到的这个机会，对不对哈，美加也干嘛走出来了我们的一个打点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哈。所以说这一段时间的话呢哈，都是一些什么哈，不错的这样的一些打点的机会哈。好了，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重点的一些盘面哈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日哈。每日的话呢，从四小时盘面当中啊，这一笔的话呢也是比较清楚啊，也是属于是一个什么哈，上涨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说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什么？是这个位置的一个什么水平的哈，一个支撑的啊，一个支撑位哈。所以说对于每日来讲，我们今天明天都是看什么？都是看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利润了哈。价格今天能给到哈，价格只要能给到下来了，那这个位置的多哈是一个什么很 nice 的一个打点的一个机会哈。那这个位置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哈，仓位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哈去放大一点。好，除了我们的美日之外，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品货币哈。商品货币哈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纽元。纽元的话呢，当下是15分钟的哈这样的一个盘面哈，趋势哈很清楚，它就是一个什么多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，对不对哈？那对于今天来讲的话呢，肯定是先看什么？先看这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利润了哈，朋友们哈。所以先看什么？白天的节奏，先看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利润，只要价格能打下来哈，只要价格能给到这样的一个区间哈，朋友们哈，在这个区间只要给到了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一个顺势哈，顺势必多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哈。那这个多的话呢，首先第一止盈先看到前高哈，这个多的利润先看到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利润，只要价格能打下来这样的一个区间，我们都可以哈分批去进场，分批去操作哈，朋友们哈。那这个的话呢，也是一个什么高权重哈，高确认度的一个顺势的一个多点。好，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油哈。那原油的话呢，想必昨天哈周老师在直播的时候啊，已经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很清楚哈，大级别对不对哈，应该说的很明白了。那今天的话呢哈，我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，是我们日内的一个什么打点的哈，这样的一个机会哈。从当下的一小时的一个盘面上来讲的话呢哈，它的一个结构也是比较清楚哈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笔上涨啊，对不对哈？当下的话呢是走了一个什么减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，朋友们哈，减速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也是干嘛，也是比较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，对不对哈？也比较清楚了。所以说呢，对于我们啊今天来讲的话呢，那这个位置的是一个空点哈，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白天的一个节奏哈，朋友们，这个位置的空哈，减速通道的空，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。那这个空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选择哈右侧去进场的一些方式哈，我们可以在30分钟15分钟哈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刺头啊，右侧的这样的一些信号哈。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刺头呢，这个位置的话呢也是一个什么啊不错的一个打点的哈一个机会了哈，朋友们哈，大家可以重点关注。好了，各位伙伴，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了。想要了解更多赚钱机会，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，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，将会享受更多的策略以及我们优质的教学服务。那在早盘的最后，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，我们明天再见。